雨兔们，四月即将要到来了，这不是愚人节的节目，因为我想要在四月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所以我的频道将会有一些变动和更改。那今天就要带你来说一下，我要做怎样的频道的更动呢？好，第一个我要调整的是发片的时间。那其实我都是一个礼拜就是发五支影片，但是很多人反映说其实量太大了，而且有些影片做的不是很精致，有点好像是为了发片而发片这种感觉。所以这一点呢，助教他也有跟我建议说，因为现在的 YouTube 的演算法，其实你每天发片对你来说并没有比较好，所以他建议我一周就是发两部就好了。那我觉得 OK， 因为之前有人在反映说我的影片的量实在太多了，所以目前我要调整，四月我要调整的就是一周两部，但是我时间不确定，所以你们要确保你们订阅跟开铃铛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频道。那发片的时间的话，我目前是没有确定说要在什么时段里面发片，但是我会尽量会在你习惯的时间，就是6:30发片，我尽量 OK。 那第二点就是社团的部分，我之前有创社团，但是我一直忙着说拍片的时间跟一些剪辑啦学习的时候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一直没有把社团很努力的经营。那我现在发片的时间缩短了，那我就比较有时间可以在经营社团的部分。那第三点就是跟社团有关系，因为社团我发片的时间减少了，那我怕就是说这样子跟你们的互动率就会减少了，所以我会有一个社团的专属直播。那这直播也是不一定，有可能我想到就发，那也有可能像我之前在尝试的玩游戏的直播这样子。那这个直播的话会是社团的团员专属的，因为我会比较希望跟说，你都已经认同了我这个人，那我再跟你互动这样子。如果你都不认同了我这个人，那我跟你互动你也可能会觉得很烦吧。所以这就是我现在目前预设，就是社团专属的一个直播。那社团的部分我会晚点发文，然后想加入的人就加入，我可能会用之前必须老师教的 menu 圈的部分，那一样会审核，但是我会就是你们就是留言，那私讯就会告诉你说网址是怎样，那你就可以点击去申请，那我就会审核，我会再审核，因为怕有些人不知道跑错地方，你一定要认识我你才可以进到这个社团吧，要不然你走错地方了怎么办。 OK， 好，再来就是因为我目前发片的时间缩短了，那我会觉得说也不确定我哪一天会发片，所以你们要关注一下我的粉丝团，我会发片的话我就会在社团跟粉丝团上面说，我今天会有影片。那类型上面会改变吗？其实我一直觉得做旅游，虽然我也想做，可是说真的我旅游的影片的观看率其实没有很高，那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很太想做旅游的部分。我目前比较想做的是那种我之前的两部影片嘛，博客来跟那个独特，还有那个虾皮跟 PC Home 这种比较级的影片，因为我发现我这种做比较级的影片其实观看率比较多，包括早期的影片人人视频跟那时候的九九酷播这样子的影片，那我比较喜欢这种拍这种比较级的影片，因为这种比较级的影片可以就是训练一下我的分析能力跟我的讲解啦口条这方面，所以我比较喜欢拍这样子的影片。那但是这样子的影片的话量就不会多，那这个我会把它排成，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所以我会把它排上去。那教学类也是我喜欢做的，所以我也会想要做。那开箱这些我觉得我不知道，就看，因为我目前还是暂定就是这两个类型，因为是我喜欢做的，那我觉得我也有能力做到的。那其他的其实我也有能力做到，只是我想不想做而已，但是我现在目前排定是这两个类型。好，那再来是第六项了，
就是我背景上面要做调整，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没有概念，所以我可能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给我提供一下意见吗？因为他们也有跟我讲到一点，说我的背景太乱了，所以要叫我调整一下背景。但是，哎，我这方面我没有什么头绪，也不知道该怎么调整，还就是有种那种黑人问号，就是看着这个背景想的说，我到底要怎么去调整呢？嗯，目前还没有想。那既然发片的时间缩短了，那我应该可以好好想一想，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诶，下方留言跟我讲一下，让跟我互动一下。那我要说的是，这不是愚人节的影片啊，4月1号愚人节，但是我发片的时间应该不是在4月1号，不要觉得这是愚人节的影片啊。我想做调整是因为我想要给你们更好的影片，也做更多的尝试，做我想要做的。因为我有人说，其实我的这个形象很适合做销售的部分，很像邻家女孩的。在社团有社员这样跟我讲，我是觉得我也喜欢做销售这一方面，因为我觉得做销售这方面啊，可以让我有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很多现在在目前在平台上面，其实很多人对这种东西很反感，所以其实我有另外一个频道，也是在做销售的部分，在训练我的口条。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倾向是，从来不是觉得说我想要在 YouTube 当一个 YouTuber， 我比较喜欢是训练一下我的口才。我比较应该说我的一个形象，我把自己定位一个形象是比较属于销售员的那种形象。我想要就是可以跟你们推销，然后可以卖出东西，那我就会很有成就感。但是其实我在这方面的客群并不是这样的客群，所以我还是以就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生态，开箱啦，这些比较有多人气的影片来去吸引你们到我的粉丝团去看。那其实我粉丝团是有一些广告的，你们有关注我粉丝团就知道。那因为其实是因为现在的 YouTube 上面我现在是没有任何的盈利，所以我就会把你们带到，那这一些你们就是喜欢你们就买，不喜欢就算了。那有购买我就觉得我有成就感，因为我说服了一个人去来购买我的产品，这我觉得我自己一个定位是这样子。所以我这样算 YouTube 吗？我觉得，所以我现在目前想要调整一下就是心态的部分，让你们了解一下说，诶，其实我想要拍的怎样的一个类型，那我的想法是怎样。那就是四月做一个调整，先测试一个月吧。因为之前我在直播的影片也有人跟我说，我做的类型实在真的太乱了，为什么我什么都想尝试呢？对，因为必须老师教我什么我就很想赶快，我是行动派的那种人，老师教了我什么我就想要马上去行动，所以变得我的影片有点杂七杂八的。那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有做筛选的，有些什么东西是要怎么去运用的，其实这方面我没有做得很好啦，但是我觉得跟你说太多了啦，但是我觉得也是让你了解一下，诶，我现在的一个想法是怎样，我想要做的是怎样的一些影片，那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些新进的小粉丝们会感到失望吧，因为他们一直希望我拍这样子的影片。其实我在客群里面做调整了之后，其实订阅数有上升，但是我还是想做这个测试看看可不可以。好，那我会不会拍那种比较小朋友的影片啊，像软软我自己制作了一个但是很失败，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这方面的这一块料，所以我可能不会做，我还是觉得跟人家跟专家买就好了。好，那影片的部分就是目前是这样啦，那就先测试看看，那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也在下方跟我讲。好，那今天的影片拖得太长了，好，希望你们不要见怪，说我把我自己心里的想法跟你说，希望你不要见怪，有点像吐口水，但是我想要让你更了解一下我在想什么。好，那我们就结束影片了吧。